里啊？上次不是我记得弄了几十个鸡爪吗？那、哎、吃了没？没有。没，还没有。啊、哦，还在冰箱放着呢。那、哎、吃不吃虎皮鸡爪？吃，好久没吃了，想吃。吃了，那、啊、那给三弟，让三弟去买点吧，再。去。阿姐。跟我有个都干了，跟我一窝个都干没掉了。那行行，那行，嗯，那就做啊。啊，这是之前剩的啊。啊，这是之前剩的。哎，这个大。爸爸做鸡爪，你想吃了？哦、这个，这样，嗯嗯嗯，好。姐夫，好了，姐夫，不，你看够了吗？你有没有加？有没给了？给了嘛，那够了。嗯。要洗被子吗？哦，他说下雨天、啊、洗了不干，他拿过来水一下那个水。嗯，好的，吃。好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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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饱啊，不好给我洗。煮多久才能好啊？得两个小时吧。两个小时啊？嗯。老公，我来吃饭吧，你那个时间太长了。啊，我等着吃鸡爪了。牛肉吗？啊，烤的。这个月我看多一点啊，哦，这个月多一点。这是我们来了，我卖掉第三次了。时间过去真快啊，一会儿一个月，马上要回国了。熟了，熟了吗？嗯。哇，等了一下午了。
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炸粽子，嗯。哎呀妈呀，这。哦，吃到那多也叫融化了。哦，你对，你我有人那边那，我那没见嘛，去边提行了。老公，大弟媳说我们来了，坐在桌上给他们吃，等我们回家，他们会想我们的。我们他们教一下咋做，他们自己。我们说我们够了，我们了。够了。我加油。哎，真的。老老，那要生蚝么？老的有啥老有用呐？那生蚝么？第一个月怎么样啊？干净。师傅，这傅，我来的好巧，我来说愿君无限网发视频，听了你们在吃鸡爪。去。本来是给你我是挑点的，你来就不挑了。好，你尝没喝。香。我走了，你去了。吃饱了吗？不。不是宝子，他有事，他要出去办点事。好，嗯，好，走嘛。走嘛。走嘛。嗯，老板们签好告。好吃吗？凯源他们好吃吗？哦，那小孩都吃啊，没有小男女啊，都蹦极，蹦极。他找家事哦。小孩可厉害了，我都吃不了，他吃了没感觉，你看脸都不红。到，我把毛绒做那打了。卓哥，吃好不？不吃，我不吃了。你不吃？不吃不了。啊、哦，辣，太辣了。辣。大弟，你刚干啥去了？哦，该吃了两口又接着走了，现在回来又吃。不是刚卖掉了吗？他还车贷。就是这样，还车贷去。啊、哦。你看。啊，我这摸个灯包，这还有啥啊？农业我们干的不来、啊。老公，猪蹄可以做吗？可以啊，这可以啊、哦，这叫万能卤料。哦，啥都能。刀割了。要哎，我一个灯泡倒满，我有个灯泡的锅嘛，先按红油嘛，按全个灯泡，按倒满。老公，我跟你说，猪蹄可以做的话，以后买猪蹄来做吧。这鸡脚肉太小了。肉太少了。你说，如果以后还想吃，把这料，要先现在放被子里，放冰箱冻着。如果再卤的话，把它加热就可以卤了。加热，那个汤也要放冰箱。哦。多少桶放冰箱里面冻着。他现在上那煎个柠檬底，用这多盐的就过了，炸好多盐的少，头头那要弄点的麻的。弄下。哦，没有空叫了，着急的嘛叫了好多哈。好点，行。这弄了二百斤的，我头那弄。行，弄不行？嗯。